你咪错过咗环球十六个市场嘅大买卖，捕捉唔到中港两地股市第一季度嘅升幅。如果可以穿越时空，回到过去，系就好啦。正经啲，想知道下一个投资点喺边 ？FSM 独立嘅 research 团队帮到你。我哋嘅研究分析发现，如果你深入探讨翻市场嘅经济基本因素，根据2020年嘅预测盈利同埋13倍嘅合理市盈率，中国 A 股有机会喺下年年底就可以上望5000点。咁原因系有三个。第一点，我认为中国新四万亿嘅财政刺激政策有机会改善到企业盈利增长速度放缓嘅情况。整体嚟讲，中国经济将会稳定发展。第二点，宽松嘅货币政策，由去年到依家，中国央行总共降准5次。我认为 M2 增长速度放缓嘅情况亦都会得到改善。中国 A 股有机会以进一步嘅估值收复。第三点，虽然中国 A 股由年初至今升咗接近30%。但其实它仍然不算贵。如果你看回现时沪深300指数预测的市盈率，其实只是得12.8倍左右。所以整体来讲，现在投资 A 股仍然是有机会。想找投资 idea， 即刻上 fsm.hk， 又或者 download 我们的 FSM Mobile Apps。FSM 助你为视全球投资致富。